追着赵信打，他不A那两下蓝也打不过我兄弟，我就直接追着他打。 他只要不带征服者的英雄，就打我没太大优势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...刺激的赵信。 有点扛啊！我死了吧？我开大应该能活，但是没必要，没必要，反正是辅助的。 他才六，我才五。
他被卡尔玛定住了。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Shut down. Yama, he didn't kill. There's one heal potion enough. You 爆发还是塞维尔打狗，我觉得还是谢鲁狗。 而且谢卢有 CD。
他不来自己蓝区吗？他下半区就一组 F 6-0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Ace. ，把自己当赵子龙了。 真是个莽夫。Enemy killing spree. ，还是得多刷。我有时候也会上头，狗头子。 Thank you.
我说你还是得多刷，之前是纯刷，现在开始抓人有点纯抓，只要抓起来就有点纯抓，就说直白点就是容易被，也不是被，就容易融入进这个打架节奏，就一直想打架。这个炮车我不信你不吃，真不吃，可能是看辅助。十一级容错，十一级净化液容错太低了。这狗头应该没大了。全给我反完了吗？没有，他反的是我下半区。这个地方只要是能跳过去的，我记得是能跳过去的，啊，山怎么死了？不不不，我进化的E也能跳过去。能跳过这不能跳吗？它有一些地形不是对称的，你如果说不跳这个草丛，跳这两边肯定能跳，但是我要跳这个草丛，可能是不是对称的，就那个三郎这边它两边都不对称的。这个感觉更窄，这能跳过来。都说了，你十一进化易容错太低了。
因为要净化 Q， 净化啊，净化一。我觉得铁马他没打死。